像马来西亚的一个地方，走吧。走吧。来姐姐。舅舅舅。舅舅舅舅舅。电信大厦是这里，这里就是有几年历史吧？40多年了，没有五十年有了，大概五十年有了，就老街的感觉，老街是真的老巴萨，老巴萨。我们这里说巴萨就是超市场了，超市场。以前有巴萨不在这边，上上下下巴萨那个金莲楼的巴萨。以前超级繁华，几十年前，这边是第一个建筑物在这边。我们到了，我们还不到。还没有到，还没有到要去的那个印度街，我们要走一段路。不过这边已经很有马来西亚的气氛，有吗？马来西亚风有吗？嗯。可是你自拍要小心哦，因为相机可能会被是吗？偷掉，对，你要小心。好的。鸟是沙拉瓦的鸟，对，我们这里的代表犀鸟。沙拉瓦的鸟，沙拉瓦的鸟。哇，这里墙壁有这个艺术画，要么你可以去拍一下，来。拍照。这里可以，对，可以放上 Instagram， 那我这里帮你拍一张。是什么？回教堂，就是我们这里的，对，回教堂。哎，我们到了印度街。回家是回啊，黄街门，走吧。这里就是我们当地的，算是有没有那种夜市的感觉？不过它是早上的超市。就有很多种摊位是卖衣服啊，卖什么的。这个雨盖呢，这个屋顶呢是刚做不久的。我之前来，我小时候来的时候都没有这个东西耶。之前如果下雨，变得好新。对，之前下雨的话就没有了啦。所以对我也非常非常的新鲜感，感觉来到外国哎，虽然是自己的家乡，很特别，很特别。你们是什么水果？这是龙眼啊，这是什么吗？龙眼哈。龙眼。龙眼。龙眼啊，龙眼，它里面有一个那个种子，要小心。它里面有种子。尤玛看到这个布觉得很漂亮，这是我们这里的 Batik， 日文叫 Batik。
就是这种马来文化的。这个花纹就想到马来西亚了。对，你要买吗？是，他们通常都会用这个布呢去，做衣服啦，要定做。那你买这个布，你就可以带回日本，然后要干嘛？对对对对对。对。我们等一下，爸爸这边。嗯，买吧。嗯，买了买了，买几件呢？爸爸，我们特，你们阿爸，很漂亮哦。哎，你穿好了。好看吗、啊、那个？这个这是马来的巴带的衣服。巴带巴带的衣服好看吗、啊？嗯，超好看的。超好看的，真的。多少日币？哎，买了多少钱呢？1500。哎，便宜哦。他穿好看。对咯，好看吗、啊？可以买。我也可以的。这件比较好看。我也要买给爸爸。我爸爸穿的话，哪一个比较好呢？你爸爸的话，比较年轻吗？这个比较年轻，这个比较，哦，第三 boy。那件，我弟弟的。对，我爸爸的，我姐夫的，他爸爸。羽毛买给姐夫跟爸爸。啊，可以可以。等一下，羽毛在后面试衣服。来，我来看一下他，他穿什么？哦，哇，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印度公主，这是印度人的衣服哎，对，印度公主。哪里的公主？印度。哎，很美啊，很美耶，嗯，很美耶。好看，好看。配白裤啊，好看。对喽。哎，很好看哎。真的好看的。在家里穿也很好。大小也刚刚好吗？嗯，きれいだよね。お姫様ごっこできるね。買おうかな。好，我今天买了这么多。因为买了超多的，其实我也有两件在里面了。没有想到我自己会爱上，就是一见钟情，我也买了。很好看啊，你的衣服也。谢谢。今天我来这个印度街，买了很多马来西亚传统的。恭喜，嗯，开心，真的很开心，太棒了。然后我明天就回日本了，咦，舍不得离开，那我们下次再来好吗？嗯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就。